如果都是放很久的话，我们通常会说要讲香菇了。现在看来，讲香菇这种事根本不值一提。因为日本古城犬山城出现奇观，墙壁上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洞里竟然长出了可爱的猫咪。很多人可能对犬山城不太熟悉，这座位于爱知县犬山市的古城历史悠久。以前这座城非常大，但现在只剩下天守，不过也是日本现存天守中最古老的，被列为五大国宝级天守之一。历史建筑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保护疏散，目前犬山城就在维护中。很多网友去游荒的时候看到外围搭建起了建筑工事。围绕犬山城转一圈，会发现墙壁上有一些洞，猫咪很喜欢这种窄窄又隐蔽的地方，住躲在里面休息，还会探出头露出尾巴，看起来很有趣。很多网友开玩笑说犬山城正在维护，那些老旧的地方没有长出菇，反而长出猫咪来了。很多人都曾经拍到这些从墙壁上长出来的猫咪，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个秘密基地。墙壁上的猫咪太可爱了，去古城游览反而看到这样的奇观，也算是格外的惊喜和收获吧。